北京时间8月19日20点30分 ,2018-19 赛季英超联赛第二轮，曼城坐镇伊蒂哈德球场迎战哈德斯菲尔德。上半场比赛，阿圭罗梅开二度，热苏斯劲射入网，斯坦科维奇扳回一球。一边再战，大卫席尔瓦任意球破门，阿圭罗完成帽子技法，萨内造成对方乌龙，全场结束。曼城6-1哈德斯菲尔德，取得联赛两连胜。比赛亮点：里程碑，大卫席尔瓦赢个人英超250场，这让他成为继哈特和邓恩后第三名达到这一成就的曼城球员。门将助攻，埃德森大脚助攻阿圭罗首开纪录，这也是曼城队史首位在英超取得助攻的门将，开启进球账户。阿圭罗此役帽子技法，在过去的8个英超主场已经打进14球。送饼狂人，本赛季英超两场比赛，门迪送出4次助攻，独占助攻榜首。精彩回放第二分钟，曼城角球进攻，穆尼耶的解围险些自摆乌龙。第三分钟，热苏斯禁区内小角度推射，门将本哈姆将球封堵。第20分钟，大卫席尔瓦挑传，阿圭罗插上小角度头球攻门，打在边网上。第25分钟，埃德森大脚开向前场，阿圭罗的球晃开防守球员，轻巧吊射破门，曼城1-0哈阵。第30分钟，阿圭罗禁区内小角度打门，打在边网上。第31分钟，门迪带球突破被防守球员破坏，热苏斯插上的球一脚劲射直入网窝，曼城2-0哈阵。第35分钟，门迪左路传中造成门将脱手，阿圭罗迅速跟上捅射入网，曼城3-0哈阵。第43分钟，穆尼耶头球后蹭，斯坦科维奇门前垫射扳回一球，曼城3-1哈阵。第48分钟，大卫席尔瓦任意球直挂死角，门将本哈默毫无反应，曼城4-1哈阵。第57分钟，阿圭罗禁区外突施冷箭，皮球击中立柱弹出。第71分钟，阿圭罗禁区内调整后低射，本哈默倒地将球扑出。第75分钟，门迪左路传中，阿圭罗门前包抄右脚外脚被破门，完成个人的帽子技法，曼城5-1哈阵。第84分钟，萨内左路突入禁区小角度打门，造成孔戈洛不慎自摆乌龙，曼城6-1哈阵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曼城6-1哈德斯菲尔德。出场阵容：曼城31埃德森，4孔帕尼，5斯通斯，14拉博尔特，22门迪，8京多安，8247福登，25费尔南迪尼奥，21大卫席尔瓦，6426马赫雷斯，20贝尔纳多席尔瓦，10埃圭罗西，17-19萨内，33热苏斯哈德斯菲尔德，12本哈默，2史密斯，27斯坦科维奇，26辛德勒，5孔戈洛，15勒维，29法比里，4620德波伊特雷，8-021普利特查德，6111迪亚塔比，33埃戴尔乔纳伊，24穆尼耶。